Пойдет будет за нами. American president. Mr. Donald Trump. China. 啊，灯国演义第八十回，玛嘎废帝复河山，东皇正位续大统。却说八戒领了一班文物入见睡帝，八戒高声道：尔等倘若让别人当了玛嘎之主，我便民主起来了。众伯道：武皇只管选来选去，选的弟兄们心肠冷了。八戒笑骂道：今朝都没事了，武皇回归大位，吾等皆享玛嘎。左有白人至上，又有自豪小伙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睡帝大怒，喝骂八戒，亨特睡道：服毒董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人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华林无以过此。群臣会议，曰睡坐以终，望陛下效哈里森、小罗斯福之道，以山川社稷善于董皇，上合圣心，下合民意，则我可安享职扫，永保太平，此民主幸甚，自由幸甚啊。帝闻奏大惊：逆子，你竟暗算于我。只见八戒大呼曰：福宝狼何在？哈里斯应声而出：福宝狼在此。八戒索要阴兵，哈里斯斥曰：如五毒备至，不顾宪纲，专行豪横，刀居无所，杜绝沿路，钱包祸谋，天下之失望，宇内之悲戚，山连洛阿，水域五湖，此三圣之所供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暗藏贼心，窥伺神器。吾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砰两声，但见董家军神经病枪手 AR-15 横立空中。 The fuck you talking about, boy?帝大惊，仓皇裂切，不能言语。八戒方才欢喜，就叫左右大小自作团队，犒赏三军，烧了鸟屋，回报董皇去了。到今天美国大选呢，是完全出乎意料，还好昨天留了一嘴，不然今天就打脸了。一醒过来呢，就发现一票的全都是翻蓝了。那么美国人给出的官方的解释呢，是说民主党的选民呢，似乎更喜欢用邮寄投票，共和党呢更喜欢真人过去投，所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后开票的全是民主党的票。但是这样明显是不能解释两个事实的，为什么所有的州啊追上的都是没头脑，不是不高兴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你都是开着邮寄票，为什么挑的时间啊，董王昨天那个视频啊我没有办法放出，B 站没有过审， YouTube 的观众你们应该看到了，董王在昨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发表演讲，就已经明确的指出了，说不要我们刚一睡觉凌晨4点钟莫名其妙跳出来一大堆拜登的选票，结果真的严重啊，结果真的严重。我们看这个是威斯康星州今天翻蓝的一个州啊，他们这个选票的时间，看看底下的这个横坐标，美国时间凌晨4点钟，我们说半夜三更半夜三更，这却不是阴兵又是什么呢？凌晨四点借了20万阴兵出来，这出戏谁能想得到？我昨天也没想到给我来这个，可能也是我道行浅薄没见过，以后呢我大概就知道民主的戏该怎么演，所以这整个一个也让我很惊讶。昨天它是大幅领先的，今天啪这些全部都翻蓝了。但现在战况呢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虽然说现在表面上赢了拜登的264票了，最后剩下来这个内华达他有6票，假如内华达拿下的话，那么就是到了270，明面上应该就是当选了，但咬的呢其实是非常紧的，内华达现在差5000票这个样子，只开了大概60%，完全是有可能超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之前说非常摇摆的宾夕法尼亚州缩小呢也在急剧减少，或许啊，或许我只是说或许，的确是有这种可能，说邮寄选票的应该都是选拜登的，选董皇的少，但是能差到这么大，其实给人的印象还是直观上感觉非常的奇怪，更不要说像威斯康星州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啪一下就垂直往上几乎是90度啊，你这几乎给人的观感就是开挂了。昨天晚上美国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流血暴力冲突事件，支持董王的极端右翼组织叫自豪小伙，他们的主席和一些董王的支持者在酒吧出来之后呢就遭遇了黑命贵，双方交流一番之后呢几个人都被刺伤了。但是这个消息是 CBS 报的，本来屁股也歪，穿黄的极端粉丝居然手无寸铁被人刺伤，那还叫极端吗？身上不带把枪你好意思说你是穿黄的极端铁粉吗？那另外也有街上被打的，
今天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乱，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或者零元购之类的，这个是很多人没预料到的。当然了，并不意味着后面没有，为什么呢？假如他真的是赢了内华达，到了270，事实上拜登的很多赢的都是非常险的，差就差什么5000票8000票，这个完全是有可能出问题的，更不要说什么出现103%的选票了，哪来这么多票啊？哪来这么多票啊？虚假选票啊，这个问题大了。而昨天要去看一看的呢，参议院现在杀的是难解难分啊，48-48，众议院呢是民主党领先20个左右。那么现在的现状也是民主党占众议院，共和党占参议院。本来以为会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交接，但是估计啊，现实和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啊，可能是大的要来了。那么两边呢也已经非常直接的做好准备，董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就做出了预言，说搞不好要有凌晨4点会有阴兵出现，结果真的出现了，他说我们要早早的做好，送棍请出战啊，所以就两边的这个大牌律师，两边现在都在拉金援，赶紧给我们投票，打官司要钱呢，美国请律师多贵，这两边的律师团，哇，虽然说他们都是为各自的信仰而战吧，这也不至于说是一点钱不要，饭还是要掐的嘛。那么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美国人已经不关心了，就是新冠。新冠今天美国是95000，那么整个已经到了950万，950万的确诊人数，预计也就是这个周末会破1000万吧。哇，这个数字说出来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想想各位，我们之前在讲什么时候美国会破100万的时候，还做出各种大胆假设，我之前还做出非常，现在想想真的是完全是低估了美国的这个潜力啊！我说什么50万差不多了吧？你看现在搞到1000万，谁能想到搞1000万呢？我今天还看到美国智库写的文章，对之后的这个国际，他们叫 World Order， 世界秩序，做出非常好的这个叫展望吧，认为美国应该和别的所谓的民主国家一起捍卫这个民主价值。然后在疫情过后，我现在想疫情过后你这个疫情过得去吗？应该是过不去的吧。印度说自己的疫情是21年年底过去，福奇说美国的疫情起码是2022年，2022年，而且就你这种防疫捍卫民主价值的情况下，你防疫能成功吗？肯定成功不了，但现在起码是没人管了，都忙着怼在白宫门口是打打杀杀，谁有空来管防疫啊？打打杀杀，拿刀砍人，还要戴着口罩啊，戴着手套的吗？哎呀，我要防疫的，等一下，哎呀，等我戴好手套再砍啊，会吗？肯定不会的呀，所以这个就是真正该关心的，也不是说真正该关心吧，人家就是若为自由故，生命皆可抛嘛。但问题在这里啊，各位，我们都最关注的，假如拜登270票，董王268啊，再加上现在出来的一系列借阴兵啊也好，什么差2000票啊就赢了，这种乱七八糟的鬼，董王会善罢甘休吗？按美国历史来说啊，这个小布什上任的时候有过一出非常经典的，他当时和民主党人叫戈尔，他俩打了难舍难分，在佛罗里达，最后只差2000票，戈尔差2000票，然后本来说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最高法院去了，两边也是啊，你的律师团，我也律师团，撸起袖子来吧。结果这时候呢，戈尔服软，戈尔承认自己失败。我觉得他承认失败啊，差2000票承认失败，他完全是可以申请说我们重新验票的，整个重来，但是那样的话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会他认为是伤害美国的民主，最后是自己承认失败了。那我不去评价他这个是好是坏吧，但是起码在董王身上，你觉得这可能吗？他是这样的人吗？他昨天讲话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名言，说我非常习惯于获胜，获胜太简单 Win is so easy so easy， 但是我非常不适应失败。当然这句话是放屁了，因为他这个房地产投资啊破产不知道破了几次，他爸一开始给他什么所谓的啊 tiny little amount of loan， 非常小的一笔第一桶金，他爸给他的$100万的贷款，当时啊让他去做生意啊，来接手自己的商业帝国。你这破产公司这么多，你怎么叫很难接受失败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了，现在已经有这个端倪了，他还在等啊，等什么？等这几个目前还在摇摆的，但是他领先的州，比方说宾夕法尼亚这个州非常重要啊，北卡应该是有了，然后乔治亚州应该也差不多，这两个翻的可能性真的挺小的，但是宾夕法尼亚州不一定啊，因为他后面开起来这些邮寄选票，按照这个阴兵啊，各位，今天晚上你们懂我意思吧？啊，你们懂我意思吧？对吧？今天晚上搞不好又要登坛做法了，那谁搞得清楚啊？我这两天视频都不是定时发的，我都是做完就发了，
生怕我跟你们讲北京时间下午四五点的时候看看这乱七八糟的鬼是不是又出来巡街了啊，到时候再借阴兵一借，现在三个还没领先的啪，现在明天又全变蓝了，很快呀。 啊77岁的老同志借阴兵偷袭我74岁的董皇，这好吗？这不好啊，好自为之。同时啊，这个统刀最高法的话对川皇我们都认为是有利的，这个是之前他刚刚任命的法官嘛，拜雷特到底偏向不偏向谁也不知道，但问题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做出了裁决，那么这个就颠覆了整个共和党人要把他们放上去一种互相依存的传统了。本来人家这个人是保守派，放上去之后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转自由派了，有这种人那你是糊涂呢还是不糊涂呢？但是董王明显是非常乐观的，他昨天晚上没有任何停顿，脱口而出我们就是要打到最高法院去，如果我们不打民主党那帮人也要打的，所以果断出击。但之前桑德斯也预测了董王说什么，哎呀我现在啊当天晚上领先，然后我就想办法赶紧要冻结选票，不让后面邮寄选票民主党人多票的那些筛出来，然后呢能不能和平交接，这个两件事是桑德斯都预料到的，这个也的确是被他说中了。所以双方互相预判了对方的预判啊，各自拿一份平手吧。最后我想说一句啊，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其实让人挺困惑的，因为董王作为一个完全不是精英政客的一个身份参选，而且在这么多的分歧和冲突不信任然后媒体的煽动下依然能获得如此多的选票，无论今晚是否有阴兵，要是没有阴兵捅到最高法是不是有人大事糊涂了，董王昨晚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胜选，拜登呢也说他将会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行使职权，那美利坚估计就是升起两个太阳了，天下两分划山而至，划这个落基山和阿巴拉契亚山脉，正好嘛，两个山是吧，海边都是蓝的中间都是红的，划山而至，两边互相留一点人质州，什么乔治亚州啊什么明苏达州啊，互为战略纵深，哇整个动荡的灯国演义就此拉开序幕，能不能借到阴兵，有没有好戏开场，就在今晚。